马上处理。稍等一下嘛。你马上处理，不能稍等一下。那就表示你不是哦，消积极不作为哦。你这就是积极不作为哦。正在处理呢，好了，稍等一下哈。我们已经奖给你哦，放心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警察自己超过十个人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，现场警察二十一个人，警察知法犯法，而且妨碍我的自由。我叫你们提出异议单了。请问一下，现在几分几秒？我现在在直播。哦，我现在在直播，请你告诉我现在几分几秒。现在时间是七月三号周六。下午15:25。1033，直接就是妨碍自由的。1033就是直接妨碍我自由。我的自由是我的自己，跟别人无关。而且1033也讲过，我不能挂这个东西。那凭什么不能挂？但是我为什么没办法过去？管制范围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就是弹性。啊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弹性。我高兴去哪去哪，我高兴去哪去哪。我问是为什么不能去关？我为什么不能去关？我为什么要去关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还是好事情，好事情。我为什么没办法？你们讲说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了吗？为什么人家一进门就要进？凭什么？就去告诉你，就告诉你了。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意识你懂吗？自由意识你懂吗？那自然既有自由意识你懂，那你还要问？我没有无限上纲吗？我只是告诉你我要做什么，我侵害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们。对，我现在是1033妨害我的自由，你没有执行公文，因为我现在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你拿在这个公文上面就讲弹性实施，弹性实施是不能实施吗？弹性就弹性，就是弹性，就是可以实施嘛，也可以不实施，那我选择可以实施，也可以选择不实施，那我没有选择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所以你可以。所以这个叫做排序。我认为是，因为你妨碍我的自由啊。那你说你这个弹性。当然。
你就剥夺我的，你就剥夺我的，你就剥夺我的不可以。我现在跟你讲，我没有说你有没有危险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梁丽君对不对？刚才依据警察执行执法对你盘查，麻烦进入盘查我不会现在跟你讲，我们已经走到了我现在这边的时段，那你就按照这个来处理，就按照这个处理。你现在先拿出一一一三楼看看。亲爱的国人同胞，现场警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个人，警察只本身违法超过十个人，警察本身带头违法，答对了。现在做笔录的是七二一三，在填一一单的是七二一三。你们这份公文，把这个公文文号发文直接发文文号写上去。好、哦，你觉得这公文不合理？那个主旨里面，那个主旨里面讲弹性。你这哎，就是弹性，然后妨害我的自由。第一个我行走，我行走自由；第二个我言论自由；第三个是出版自由。而且还要再加一条，警察执法犯法，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，你不要讲，因为你自己有良心，
你自己有你自己，你们自己犯法，警察自己知法犯法。你们因为我几个人就够了，有必要这么多吗？这个就叫比例原则。你们妨碍我的自由了，怎么没怎样？怎样没怎么没怎样？我要看完了以后，我才会签章。不用我看完。上面我没签名就算了。那个发文的事情，发文的文套，我们套就可以查了。然后再把你们公司，我也不错哦，101年6月30日。7213就是服务哨。谢谢。好，我现在结束异议。你没办法，对，那你们要采取，你们要采取。这是你们在，你这就是你们要采取啊。你们要采取啊。我觉得你的意义是没有了哦，没有问题的哦。他说你对我们这个决定不服啊，你可以跟我们争取啊。你不服，你要提出采取啊。啊，你们要提出裁决，你没有裁决啊？我们一样维持，我们就是这个嘛，管事措施嘛。你
你这个地方附近受检验人如对直接决定有所不服，得于租金本局向市县政府提起诉愿。现在问题是，直接决定不服，谁决定？我现在问你们，这个是谁在决定？谁决定？谁决定？谁决定？你呀？谁决定？谁决定？受查验人。啊，我就问你们，我就问你们，这个台阶在哪？你们现在这个是谁排除的？我现在问你，这谁排除？谁排除的？1032。对。这是谁排除？因为还经过一次就是争议，两边没有办法裁决。啊，你们坚持你们的，我坚持我的。那现在你们还要坚持你们的，坚持我的。我不能再去诉，我要在这边我当场诉愿，我当场现在诉愿。诉愿谁接受？诉愿啊，上面不该写，那个面对哪里？我就在这个地方。我就在这地方，好，你们要我做这个，那我就做第二步。我要过去，我要我的行走自由，我要我的行走自由。我不让你过去，你现在这个台子。好，那这就表示你不让我再做你的决定。啊，这就是你的决定喽。好，那我就针对你。好，那我就针对你，我还是要过。我为什么没办法？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你不够资格抬举。啊，你这个抬举我不接受。因为你的执法过当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们这个就叫做执法过当。我跟你沟通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讲了，我现在就是要过去，因为这边讲的东西完全没有答应。异议表就告诉我们之间的争执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争执点要怎么样沟通？找第三公证人去诉愿啊！你也不去找我啊！第三公证人，我在这个双方就争执，找第三个去找法官，不是求人去裁判。好，你讲说找法官，那我现在就依据提审法争。你去执法过，你知道说在违妨碍我自由，就是在间接的拘束啊，你间接的，你在这个地方就间接的拘束。弹性很清楚，就是弹性。对，你们有弹性，我也有弹性。你们有弹性，我也有弹性。因为你上面黑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弹性，不能只有你有弹性，我没有弹性。对。7019，你现在在引诱，在教唆我。你现在在引诱和教唆我，等于是下命令。我为什么不能缓刑？你们短字的就已经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弹性。你对，你们可以不能，我也可以不能。
你们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所以这个叫做弹性。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。那你过去啊，你不用坐车呢。哇，我按车就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跟你讲，我去绕一圈。啊？我绕一圈。为什么？你现在又跟我讲，你现在又跟我讲不行了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就说不行了。那这就是你教唆引诱的铁证。啊，你这就是教唆。这是我的出版自由。我在中东古代这地方看英文，在那边看了好多次。拜托，我你好，你又凭什么？你算老几？你算老几？你不准硬就不准硬。你刚刚讲的不准硬啊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要跟公道不行吗？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就行。我分级附近上面讲到很松很清楚，就是弹性的，就是了。那很清楚啊，如果你们讲的就是严禁，那我的话，那上面写的就是弹性，弹性就是可以沟通的，弹性就可以你们去讲你们的，我讲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跟你讲，我现在就跟你们讲，很清楚的，你们让不让我走，那是你们在妨害我，那妨害我，我现在就用一身法，申请法官到现场。我在这个地方向你们提出提审官申请。你是没有逮捕拘禁，但是你限制我的自由，就是逮捕。就是拘禁，拘禁就是限制我的自由，就是拘禁。你上面写的是弹性。哦，那你的弹性？你上面写的不是我的弹性。弹性啊！所以啊，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位？那我意思是，现在我不可能让什么。你们现在就是拘禁我，拘禁我在这个地方。你们现在就在拘禁我在这个地方。你可以往后面，我可以往前面走。前面管制区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叫不行了，这就叫做拘禁，这就是100%的拘禁。所以这个拘禁，我就是提出提审官申请，我现在提出提审官申请。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这不是文字游戏。我就是要往回走，因为你们现在就在这里限制我的行为，限制我的行为。我是你们的老板，是我发的，那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啊，你为什么没拿我的钱？哎，那可以啊，我也缴税了，我也缴税了，所以我就是你们的老板，所以我就是你们的老板，因为你们领的就是税。税不是你只有你在。我也同意啊，所以是你们的老板了，对不对？公务人员，尤其是事务官。本身知法犯法，